2月9日是章子怡43岁的生日，汪峰罕见公开秀幸福，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老婆的美照，并发长文甜蜜告白老婆。不得不说，汪峰的小作文言语之间满满的爱意，看得出来汪峰还是很用心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网友晒出章子怡在三亚举办生日会的视频。一起来好，世上有事汪峰还在现场为老婆献唱《当我想你的时候》，身为帅气的汪峰，活力满满，身穿白色 T 恤搭配长裙，看起来非常减龄。众所周知，汪峰在和章子怡结婚之前是有过几段婚姻的，而且这几段婚姻都很短暂，所以汪峰和章子怡在一起后，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也向两人袭来。如今二人已经结婚六年，早已儿女双全，成为模范夫妻。最后，希望他们一家人可以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。